来，同学看一看呢，好啊，在上一堂课的时候啊，我们就停到了在这个 part 生灭智的部分啊，这个生灭智啊，在修行的时候会有一些现象啊，会发生的什么样的现象呢？试试看，就请电明读一读当他如此修时，来，电明有请。电鸣你没有读到，没有开到麦，电鸣没有声音。OK，好，没关系，音响测试不成功，来我找下一位读了。好，电鸣没关系。方秀，请读一读了。方秀有请，当他如此。当他如此修死生灭，自有两个阶段，在未成熟的生灭之阶段，当观照力体生死色种观之杂，却可能会升起于禅修者，他可能会看到从其身发射出巨量的光明，他也可能会体验到从所未有的寻清安离乐，起圣解疑，熟力增长知其相成熟，念变得稳定离舍，变得不受动摇。他也可能会对这些体验升起了维系的余悸，享受于执着这些体验，分辨到是非道之德相。当禅修者体验上速生的体验时，或缺少分辨的能力，他就可能会以为自己已经达到出世间道果，他也就可能会停止进展，而只是享受那些体验，并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在执着他们。但或他有可能力分辨，他将会知道这些体验只是成熟的观知与副产品。他会关照他们为无常、苦、无我，继续提升起观禅之修习，而不会执着他们。分别是种观之杂，为非道。观禅是道的可能，被称为道非道之间清净。好，感谢哦。同学看一下哦，这个 part 呢，就是所谓的道非道。同学，我们讲了哦，当你开始了在修习啊，这个观禅的时候，就你开始观那个生灭、无常、苦、我的时候，哦，它这个过程呢，它会出现一些现象。那就是呢，你们可能看到光明，然后呢，突然呢，你变得对佛法很有信心，会产生喜悦，会产生清安。那么这一些啊，如果你自己本身没有学过佛法的话，你以为，哎，我是不是已经证果了啊？哎，我是不是应该功夫很到，我应该离解脱不远了吧？啊，你有这些这样子的想法的话，我们就说你已经落入非道。所以呢，其实修行啊，有些其实我有遇过一些修行人哦，他因为过去是有修，精神一下就修得很好的，问题就是啊，他一下修得很好啊，他自己可能没有经过老师，也连这些佛法也没有看过，他就容易有增上慢，自以为是，其实是有点蛮危险下的。所以呢，我们这边就告诉大家，就是说，哎，你这个情况是，如果你自己有学过佛法，或者你曾经有老师指导，他跟你说，哦，你现在这个阶段呢，这些不是涅槃，也不是正果，你也没有正果啊，你不过是一个过程，很快它会过去的。那如果你觉得，哦，原来如此啊，你就在道啊，但如果你不是这么认为的话，你就叫做非道啊。所以呢，这个就叫做道非道之间清净，原因就是这里了，看到没呢？道非道之间清净，原因就是在这里了。道非道啊，所以呢，往往啊，这个 part 都是一线之差啊，你自己啊，一误会就会进到非道。
如果正确理解啊，你不会认为自己正果的话，那你就是在道那边啊。那么呢，升起的现象啊，总共有十种那么的多，我们会称它一个名字叫做观之染啊，同学。Vipassana Upaklesa 一种染来的，它是一种染着来的，所以呢，你对它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因此啊，在修行里面啊，尤其是当你开始进到修定还有修观的时候，这些现象比较普遍会出现，而也是这些现象哦，让你对修行产生兴趣，产生喜悦。那么呢，这边那么多里面，特别 highlight 是喜、光明、乐，都让你乐不思蜀。那这一些呢，很肯定，如果呢你去做慈善是不出现的。你有遇过一些人吗？他在分类垃圾去做慈善的时候，哦，我分类一下，突然我看到道光出现，没有吧？对不对？或者做研究，他说啊，哦，我在做 research，突然呢，哦，我很喜悦哦，没有的，没有的，这些一定要进到放松放空的状态，然后呢进到去修止观。所以我的老师经常有跟我提起过，他说，真正宗教体验啊，身心变化是从禅定，不是在布施跟持戒，啊，不在布施持戒，是在禅定啊。所以禅定啊，就是修得好的人呢，他就真的要有一些理解啊，就可以避免啊误入这一些非道的情形啊。这个是跟观有关的啦。好，我们从这一边呢，再往下就是行道自见清净的部分。好，来。这一边呢，就有请伟伟读一读，伟伟有请。行道至见清净，当他如此脱离了那些进展的障碍之后，而继续修行时，他证得了有关三项的一系列观知，从生灭知至随顺知，这九种观知名为行道之见清净。结。33支注读说明，这九种观知，以下是组成行道之见清净的九种观知：一、生灭知，这与观知杂生起之前的观知是同一支，但在克服观知软之后，它变得成熟、更强及敏锐。二、坏灭知。当常修者的观知变得敏锐时，他不再作意住行法的生食与住食，而只关照他们的坏灭，这即是坏灭之。三不畏之，当常修者关照三世的行法的坏灭时，他觉知这些在一切生存的地里不断坏灭的刑法是可畏的。四、过患之，通过觉知一切刑法为可畏，禅修者照见他们为毫无视之不圆满，毫无可趋，而只有过患，他也明了只有无生无灭的无畏法才是安全的。五、厌离之，当知见一切行法的过患之后，他对他们感到厌离，不再乐于一切生存的任何行法。六、欲解脱之，这是在观照时升起欲解脱离一切行法之愿。七、审查之，为了脱离诸行法，禅修者再以种种方法关照那些行法的三项，当他清晰地审查诸行法的三项时，那即是审查之。八、行舍之，在审查之后，禅修者照见诸行法当中无一物可只取为我及我的，因此舍弃了不畏与取乐两者，
而对一切行法感到众舍，如是升起了行舍之，九随顺之。这是在出世间道行路过程里与种性心之前升起的欲界心。此智被称为随顺，是因为它顺着之前八种观知的作用，以及顺着之后道知的作用。好，感谢。来，同学看一下哈、哦，在这个修行里面呢、啊，我们看一看哈、哦，在这个图啊哈、哦，意思就是说，从开始你直接开始开始修道匪道门的时候呢，它总共啊会我们讲，它会有十。它有很多个 step 的，这一边的每个 step 啊都有它独特的名称呢、啊，分得很细。那这一些过程啊，都会去经过之后，才会来到这一边证悟涅槃啊。那我们呢，就大概是给大家了解一下。同学，如果是刚刚同学这样子看呢、啊，同学你们先看看自己里的名称：生灭、坏灭、部位、过患、愿力，会不会好像听得比较负面这样？对不对？听得很负面，对不对？啊，那这个所谓的负面呢、啊，在佛法来说，这种呢，确实属于如实观，它是一种厌离心，看到真实的现象。它因为原来啊，就是这样子，我们这个色身啊，哦，你去观它的微观，它本来就是充满着部位过患啊，不断的坏灭生灭，而因此哦，通过这种种的 step 啊，我们就不会再哦，就当这个身体。是我们的家，你反而想要脱离它。其实我们现在由头到尾哦，大家都是很爱这一个身心，这个都是我们的家来的，我们没有办法脱离它的。而我们因为它，我们才拥有一切，而这一切是我们的安全感的来源。那同时哦，也是我们没有办法跳到轮回的原因。因此，就这个缘故啊，那通过这么多的 step 啊，很多不一样的角度啊，去仔细看呐、啊，把它看透它，原因就在这里了。来，我们看一下哦。所以呢，在这一边呢，首先第一个啊，我们先观察是依然是生灭智。刚刚之前那个是不成熟的生灭智，这一次更成熟。过后呢，在下个 step 啊，它其实是很快速的，就看坏灭智。同学，你看一下，只关照坏灭。所以呢，从生灭过 upgrade 到坏灭。之前同学，你看一下，本来哈，我们来开头的时候啊，是看到这样的一个东西升起。然后灭掉，现在连生都不看，这刻就看它灭掉，灭掉，灭掉。同学，你看，如果你看你自己身体不断的灭灭灭这样啊，你开始怕了，你开始会喜欢这个家嘛？开始不喜欢，对不对？哦，我们现在会喜欢呢、啊，因为它就是很实在嘛，对不对？先，你看你化妆，哎，可以把它扮到美美这样子，哦啊，所以呢，因此啊，我们很多啊，爱主要是加固在啊，对这个身体。的部分而来的，然后接着下来他讲坏灭之后啊，就产生部位了，因为啊，你对于不断坏灭的刑罚，你开始怕了，对吧？好啊，这个比较可以感受得到，就是可能呢，你有投资股票市场啊，股票啊，或者是啊，外汇啊，哇，当你看到不断的跌，不断的跌哦，应该就有感受是麻痹吧？你看到你会怕，尤其你的生意啊，牵涉到会兑换率。哇，你看到你不怕哇？马币又跌，马币又跌，就说你要花用更多的钱呢、啊、来买那个货，成本又高，你就很有感觉。所以，我们讲这种坏灭啊，你可能不大 feel 得到，把这一边呢当马币不断的跌，不断的坏灭哦，开始怕。哎呦，这个我看我有钱都是不要以马币来后我，还是换美金啊什么？看到吗？这个总就是种部位的情况啊，因为它的变化，它的部位哦，让你要转换掉，这样啊。所以呢，一个东西不断的变化哦。会让人怕的，因此就是会产生怕。怕完之后呢，还不止呢，就开始有过患。什么过患呢？你会进一步发现它是毫无实质、不圆满、毫无可取。怕完之后，你就觉得哇，这个东西真的不圆满，不值得你爱啊。同学，你们现在还爱马币吗？点点点，连你们都讲你们不爱了嘛，对不对？所以一样的，当这个身体看到啊，你也不再爱它了。我也想不爱他，但是不能不得不爱，哦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对哦。然后过往，当你看到啊毫无可取时，你就啊会厌离之，
就不再乐于他了的。所以同学刚刚啊，你们的反应就是一刹那罢了的。当你啊觉得他毫无可取麻痹，你不再乐于 holding 他了，还是换美金，还是黄金啊？看到比较爽，所以看到嘛，同学意思就是讲哦，外在的东西跟这些观察哦，还蛮靠近的，它带来的一些理论哦。那么呢，当你厌离而不再乐于的时候，你想做什么？你想离开它了，因为到了这个 part 哦，我们这个身体啊，就会变成什么？通常啊，我们会用个字来形容，就是活贼了。哎呀，全部日文跑出来哦。OK, search, 就是活贼了。Okay, 活贼哦，就是一个家哦，火在烧着，基本上到了一个 step 啊，在你来看呢、啊，就是已经着火了的了。就是刚才那马币着火了吧？还是看到就要丢，差不多对不对？就要丢了的了，对不对？好，待会我们一起丢全部啊，全部丢完的。那么呢，在修观禅一样的，哇，一看到这个身体像火仔哦，赶快你要逃了的了。所以这时候啊，他厌离心一定开始强烈。对于这个五蕴，如果对这个五蕴厌离，那当然是对外在的东西跟着厌离咯，对不对？哦，来我们看一下，过呢会进到审查支了，审查支是再用啊，再用种种的方法观照三相，然后呢清晰地审查诸行法的三相时，那个就审查值。所以这一边过啊，他回来会再去审查过一次哦，再去用无常无我的方法再去观照啊哦这个行法啊、这个行法就是我们这个五蕴神行来的，不断的观照、哦、刚刚那个案例就是麻痹了、哦、继续再看多一次哦，其实都不用看了哦。OK 好、哦、嗯对哦。好，然后过后呢接下来哦，到了这个 step 叫行舍支了。什么是行舍支？他说行舍啊，同学，行就是这个五蕴，然后生命变化的五蕴，他说你已经产生中舍了。为什么呢？因为啊你舍弃了不为于取乐两者，对他已经中舍。那么呢已经到了啊对他哦不会到了这个 step 啊、哦、因为你已经看透他了。因此就是可以舍掉部位跟取了，也不再爱他，也不再怕他，而是看着他生灭生灭生灭、哦、如果你可以看着马币生灭生灭、啊、你应该囤了很多黄金了的了你已经有后背了，你明白吗？因为在这一边、啊、在修行上、哦、他呼之欲出就要开始正果了。所以呢他绝对有那个条件、啊、对于这个行法、哦、看着他生灭他不怕，因为我知道、啊、我将要去到一个涅槃的状态，他那个时候其实已经知道了的，在这个时候，所以为什么他可以、啊、舍弃部位取乐？因为、啊、当你、啊、舍掉这个身体没有地方去、啊、你对那个地方不了解、啊、你会很怕的、哦、就像我们的人生路不熟这样嘛，对不对先？你会很怕的、啊、所以呢，因此一样嘛，你想要把马币通通卖掉它， 那你要后什么东西？你要对那个东西有安全感，有个安全感你才可以丢掉这个不断在变化的东西嘛。那我们是一样的，所以佛法就告诉我们说，哎，这个东西你丢掉不用怕，你会进入一个不生不灭的涅槃啊，你就会安息。所以有时候这些啊，我是觉得还是要学佛的，因为不然你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 planning 啊，所以呢，你知道的话，哎，你就很笃定了，你就可以舍掉这个身心哦。他说啊，这个行法啊，它是啊，可只取为我跟我的，看到吗？所以重点还是要解决我跟我的、啊、因为呢这个我破掉啊，那个我的房子我的车子我拥有的一切就跟着不会那么厉害了、哦、就跟着会破灭掉、哦、所以到这一边呢、啊、他就会来到一个叫做随顺之了。为什么叫随顺呢、啊哦、他讲啊、哦、同学你们看一下随顺之的定义是这样的，这个呢是随顺之，他随顺着前面这一边，然后过呢转来后面这一边，他是一个好像一个从这一边跨过这里来，所以呢就叫做随顺之相、哦、名字就是主要是、和他的功能、啊哦、有关系了。好了，我们看一下随顺之完了之后啊，他说顺着前面八个再顺着后面、啊、的作用、哦、好，顺完之后是什么呢？同学就到自见清净、哦、那就是
马币成功换成黄金了，换完了。好，来，接着下来有请文峰读一读，文峰有请。日渐清静，当他如此关照时，由于其智成熟，他感到如今到安子即将升起，于是在有分段之后升起了一门转向，随着升起的是两个或三个延期目标的无常等任何一项的观自心，他们被称为片作进行以随顺。当行舍智以随顺智圆满时，也被称为导向处起之观，随后升起了起涅槃为目标的更改种性心，超越了凡夫的种性，而达到了圣者的种性。在这之后即刻升起了悉陀洹道，该道心彻知苦谛，断除极谛，证悟灭谛及开展道谛，而证入了处世间安止心路过程。之后有两个或三个果心生灭，然后再沉入有分，在有分终止之后升起了审查智，智者审查道果涅槃，以及审查或没有审查它已断。以还剩下的烦恼，如是必须通过修习六清净而次第地证得的四道名为自见清净，以此这是清净之分析。好，感谢。接下来请蝶美读一读，注读说明。蝶美有请。分起了一门转向，关于道智心路过程，见第四章解此事。于纯根者有三个观知心升起，欲力根者只有两个观知心升起，除去片作导向处起之观，这是在处世间道升起之前已达到顶点的观知。道被称为处起，是因为它从住心法处而起，缘起涅槃为目标，也因为它自烦恼中出来。更改众性心，这是第一个转向涅槃之心，以及是世间道的无间缘。它被称为更改众性，因为它是从凡夫众性进入圣者众心的转变点。虽然此智者道智一样愿起涅槃为目标，它并不能像道智一样驱除覆盖四圣谛的烦恼。在趋向第二级更高的道心时，它被称为净化，而不是更改众性，因为禅修者此时已属于圣者的众性，道心同时自性为四圣谛有关的四种作用。在此所提及的这四种作用是偏知苦，断除刻爱苦之因，证悟涅槃苦智灭尽，及开展大圣道。欲力根者没有偏作心升起，所以在道心之后有三个果心升起。于纯因者则有偏作心升起，所以在道心之后只有两个果心升起。圣察之，在四处施间道每一者之后，圣文弟子通常都会审查到观与涅槃、果与涅槃，但并不一定会审查以断除或及还剩下的烦恼。
如是最多有19种审查者，首三道每一者都有五种，而第四道则有四种。这是因为已完全解脱的阿罗汉已没有可审查的烦恼。嗯，好，感谢。来，同学们看一看呢，哈，现在我们这一边呢，哈，就开始提到啊，就是所谓的种性的部分。那同学留意一下哦，像刚刚这个图啊，哈，一下哦，这样会比较容易哦。同学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图啊，它有它的意义在这一边的，啊，刚刚我们下面这一边呢，开始有提到啊，一个就种性智，啊，同学，这个种性智啊，在佛教里面呢是非常有意思，因为所谓的种性啊，就是指更改种性，从凡夫种性改去圣人的种性，对于我们来讲啊，我们都是习惯是凡夫来的。我们都是习惯了，哦，看到东西就爱着，不然呢看到东西就是嗔恚，平时都是胡思乱想，我们都惯了，哦，我们大脑是这样子运作，都是习惯了的。但是啊，哦，刚刚那个 process 啊，就从你开始观自己的生命开始，当他成熟的时候，对不对啊？他就开始，哦，要开始让到那个应该说你大脑那边开始，就会一门那边呢，啊，开始看到那个涅槃现前。当涅槃呢呼之欲出而现起的时候，对不对？啊，我们呢，你就会开始从凡夫换去成为圣人啊，这样子啊，这个转换呢，啊，就是从马币转成黄金的那一刻了啊。当你成功转过来啊，就所有马币没有到完了，就转成黄金，类似是这样啊，哦。那么呢，这一刻啊，哦，当然，因为它要有个过程的嘛，你交易需要过程。那我们修行啊，也是要有个过程来转换，我们有个名字叫做种性，转换你的种性。种性其实就是啊，印度教里面的果大来的，就是四种性啊。所以我们这边是从凡夫种性转去圣人的种性，这样子啊。那么呢，这个 OK， 请问呢，啊，哈，要以前呢，啊，哈，如果要把马币通通换去黄金，应该去哪里进行这个交易啊？银行对不对？是吗？是银行啊，去银行那边。那我们呢？如果要从啊，哦，这个种性转换，我们不用去银行，就在这个身心进行转换就可以了。然后不用给 commission 啊，就是要你修行啊。对，它是一个差别的地方。所以呢，当那个种性又转过来的时候，对不对？种性之后啊，哦，你就可以开始体验到涅槃了。好，那我们看一看呢，啊，在这边呢，啊，有一些独特的名相哦，要进行说明的。好，来我们看一下，哦，好，这边呢，哦，有几个词了，哦，稍微是要同学稍微留意的，哦，他讲啊，他说当他的智成熟啊，道安子就升起。同学，这个智成熟就是你本身的观禅要成熟，才会见到涅槃。啊，其实啊，刚刚我们这样描写哦，通过刚刚这样的描述，你们觉得哦，马币换黄金比较容易，还是修行比较容易？不过通过语言文字这样子的讲解啊，兑换比较容易啊。OK 哦，不过啊，我相信啊，我从啊哈交代整个过程啊哈，从凡夫修行到涅槃，听来好像不是很难嘛，对不对？听来了哈，也不是很难嘛，对哦，啊，就像啊讲啊马币怎么换黄金，也不太难嘛，对啊，的确理论上不太难。不过啊，这边呢，啊，不是每一个人可以成功，原因就是你的观智要观到成熟，就是这生灭法不断的观照，它成熟了，道心才会出来的。这样子，那么呢，我想直接只怕你没钱吧呢，你哎，是不是有钱肯定换得到黄金？它是未必的，未必嘛，对不对？可以卖断式的嘛，对不对？所以有钱未必换得到，哦，那我们这边一样的，观智开始熟，未必会见到涅槃的，所以有些人会卡，
这一些地方这样子哦。啊，不论无论如何，就给你知道 step 是这样了哦。那么呢，在这个 step 里面呢，哦，整个啊，在啊体验到涅槃之前是，它会经过遍坐、静行跟随顺。所以对这三个名相有点感觉的举手一下，你有印象的，一位、两位，数月有哦，其他没有哦，对不对？没关系，那现在就有了咯，来，现在也干到了哦。好，同学留意哦，这个所谓的片座进行随顺的哦，嗯，同学啊，之前啊，前几堂课啊，他们有没有啊，给到这个图大家看呢？或者是类似这样的图哦？啊，有吗？有见到类似这样的图吗？有，对不对？是不是？好啊，对。那同学看呢、啊，这个图是处世间禅那的行路哦，处世间虽然是禅那，不过它是处世间，所以呢，在这一边呢，就是道心、果心、果心，这一边就是涅槃来的。然后呢，在涅槃升起之前呢，那这个就是种心了啊，种心是转换，就同学讲跑去银行了哦，把马币换成黄金。那么在之前呢，这些都是官场来的。那这个棺材本身它要成熟啊，它才会跨进来这边。那没成熟的话，这一些哦都是不断的、啊、不断的重复的观察我们的生灭法。OK， 可以了解吗？不断的重复观察，就是前面那些观智一个 step， 不断的重复的观，直到成熟为止，它才跨进这里来了。所以呢，就偏坐进行随顺，刚刚同学画的，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这一边。所以同学这三个字啊，你可以在种姓的上面那边写一写。那同学你找到这个图，回去这个图有看到这个种姓吗？对不对？有看到这个种姓吗？对不对？好，你在种姓啊，就是随顺旁边这边，你就可以写下这几个名词了。来，片作进行随顺这三个，其实是下面刚刚已经化疗，它指的就是这里来的哦。啊，因为这阿毗喇嘛是比较多细节，它是比较高级的佛法啊，所以呢，你先稍微去接触、去感受它哈、哦。那每一个字哈、哦，每一个名啊、哦、都有它的定义的啦，这样子哦。啊，那么呢，这个呢就是说啊、哦、从凡夫转去变圣人。在传说啊，我有听说过哦，一般上啊，当圣人一出世哦，方圆四十里不会有地震，信得过吗？信得过吗？马来西亚有地震啊，马来西亚有很多圣人啊。不是，哎呀，我们讲有圣人在，没有地震呐、啊，哎呀，那不是搞错了？地震是吗？对，所以我在想啊，这些哦，还有一些很奥妙的讲法，你们有听过吗？出国耕地，从离地三寸，就是说出国你是出国圣人啊，因为出国已经断掉杀生了，他跟那个地啊，那虫自己会跑开，不让他杀生，有听说过吗？那会不会很觉得很 magic 的，很奥妙，对不对？哇，如果你正果多好哦，全部人看你耕种，以后这边的虫全部会飞走的，something like that， 对不对？好啊，所以呢，我们有很多传说啦，有一些是真实，有些可能是高深体验。其实有时有一些啊，当圣人一证得，我们未必感觉得到，要独特的人才看得到。像佛陀出世啊，外道看得到。佛陀一出世啊，哇，那个外道就看到光哦，从天空闪着过，他知道啊，有伟人出世。所以当时佛陀的故事讲嘛，那么呢，他们呢，这个外道啊，就沿着这个光跑到皇宫，结果他说，他看到太子、他抱起来，他先笑过又哭，对不对、啊、所以圣人出世、会有这些现象，这样子，这样好不好？你在正果之前来二地正果，让二地发光啊！对、啊、他会有这些这样子的瑞相、有些说会有大地震动，把这个震动啊，应该是不是 shocking， 不是吓人那种震动。因为上次我们有试过地震，你们讲地震对不对？那我们 group chat 里面呢，有人讲啊，不知道是不是有圣人呢？有些同学很有智慧的说，哎呀，不是圣人啊，这个地震吓死人，那里会圣人就是吓死人，有道理嘛，对不对？啊，应该是一种很瑞相的现象哦。啊，
因此啊，这个种心啊，凡夫啊，我去圣人种心很有意义的。因为第一，你从来没有避过圣人哦，但是你却有这个能力哦。啊，这个呢，其实啊，还是跟过去是有关的。你必须是三因子，你如果是智障的人，不可能，这些人都out掉了，对不对？哦，你们这些全部是三因生，读阿毗达摩都读到哇，两个头三个大嘛，对不对？再去教无因生、恶因生的人来读，无因生的人来读啊，就更不行了。所以你发现了哦，同样是人呐、啊，嗯，大家条件还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哦，这个迪巴瓦利亚你们很多东西可以做嘛，怎么跑来二地呢？去上这样子理论，所以意思就是你们这个缘分呐、啊，哦，去接触这些东西，而这些是我们是告诉你哦，这种这样的体验哦，你是没有体验过的，我们告诉你这个这样的东西，哦，就像你从来没有听过马币可以兑换黄金的，一听到哦，原来可以兑换黄金哦，是哦，那我就不需要再护着马币。那么同样，你现在知道哦，你这个身心本身原来是不断生命变化，理论上你只要去体验得到它，你就可以进到去那个世界了，那个世界那个涅槃啊的世界的状态了。好，来，其实同学啊，这个这样的转换啊，除了这一个很 wonderful 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入禅定。同学你看一下这个标题，初次进入禅那的心也是很美妙的哦。这个初次禅那，同学你看到吗？片作清行随顺，跟刚刚的一样不一样？一样，对不对？哦，种性跟刚刚一样不一样？一样。啊，后面这边是安止，那么呢，这个安止的话哦，就是属于初禅来的。所以同学，当你呀、啊、进入禅定的时候，你是从欲界种心转去色界种心，因为我们惯了是欲界众生来的，我们惯了的，我们习惯了哦，哎，代表哦，就是好料的哦。我们order好吃的东西，不会找难吃东西来吃的嘛，哦，然后呢，嗯，好了，课上完了，攀攀尾巴，站着，嗯，朝他一轮，哦，对不对？哎，看不顺眼这个团啊，这件事情哦，我们惯了是这样的，但是啊，哦，当进到初禅的时候啊，他会五盖全部啊停到完，完全没有。那么当进到去那个完全五盖没有的现象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呢、啊、必须要从这一个欲界的心，转到去这个色界的心，哦，看不清楚啊，来，等等啊，嗯，啊，从欲界的心转到去这个色界的心，所以它也是很奥妙的。因为啊，我们从有记忆开始，从来没有试过啊，进到那个禅定的状态，没有贪欲，没有嗔恚，没有打瞌睡，没有胡思乱想，也没有疑，很少这样的我们，我们的心都是环绕，它又是掺杂了哈。看到哎，尾巴战争的人很悲惨哦，我们又故事一下啊，过又回来又补盖，然后可能你又忙工作，你的心都是不断是这样的哦啊，眼睛看的东西啊，听一下歌啊啊，过了哎又驾一下车，然后、啊、公司上班，我们的五根本没有停过的，我们也惯了。当不让你忙啊，同学你会闷到发狂吗？会，对不对？哦啊，闷过头我们也不行的，忙过头啊，我们又很累过头。所以呢，这边呢，进到禅定时啊，我们也是没有试过。当你试过之后啊，哦啊，你就可能会乐不思蜀。所以我这边严重警告你们，如果你不小心真的禅定哦，你还是看一看你的儿女长大了没有，你的 EBF 存够了没有？没有的话，还是先做贡献。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因为这些啊，哦，也是一定要对的人做对的事才可以的，不能够过分用功精进的哦。你不能够因为体验过禅定之后啊，过后就跟你儿女说，哎，老妈只要准备进初禅，你们就是罐头好了这样，不煮饭这样，去外面打包 grab food 啊，不能够，一定要责任尽好。所以呢，我们来学这一些出世间法师，基本上你们已经是来学啊佛法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出世间法啊。但是我们呢、啊，哦，也是给你认识，如果你很有天分的，一打坐可以进到来这种这样状态，你也是要顾好你世间的东西，不然的话你老公会来二弟找我算账，或者你老婆会来找我算账，或者你儿女来找我算账，哇，怎么学了佛之后会变到这样，就是因为没有交代清楚就会这样的。好，来，同学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呢就是刚刚提到顺带啊，谈到这个种性的时候，我们顺便讲一讲，看到吗？同学看群涅槃
更改种性。所以同学看到吗？凡夫的种性换成圣者的种性，这个就是很奥妙了，这个词是很奥妙的。然后呢，我们那熟悉的苦集灭道啊，就这里出来了。这时候啊，道心就升起。同学，这一刻啊，这个虚陀洹道一升起哦，你就体验到涅槃了的，同学。哦，很奥妙哦，你体验到涅槃啊，这个啊，就是我们的最向往的。过啊，他有讲，他说这时候啊，你会彻知苦谛，对苦集灭道啊，就这边哦，彻知苦谛，断除集谛，证悟灭谛及开展道谛啊，这时候啊，道心同时是圣谛，马上体验到啊。所以呢，我们以往啊，可能呢，你刚刚学佛的是圣谛，应该是拿来参加佛学考试的，对不对哦？啊，佛学考试哦，把这边的是圣谛是可以通过禅修去体验的，把它是必须要到道心这一刻才真正了解得到这个是圣谛。所以那个五比丘啊，他们呢、啊、当下开悟，当下彻知是谛，就是这样子的状况了，这样。然后过啊，我们还会进到去一个叫审查之，这审查之去观察哈，你看看自己呀、啊、哈。有没有把烦恼断到完？因为刚刚讲嘛，到道行的时候，同学，你的烦恼通通会断完啊。像在这边的时候，同学看一下，这个啊，一到道行跟果行这一边的时候，你的烦恼通通会断完，你会断一部分呢、啊。其实四果是四个 step 会断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断这个之后，你会回来啊，重新去审查到底还断剩多少烦恼，就像啊，你的马币可能还没有换完哦，换了一段期间，你查查看，开柜桶看看有没有换完，把它换到完它，因为你太觉得它没有价值了哦。翻完抽屉过后啊，再看看你老婆有没有私房钱，通通换完它啊。那么那些就是通通彻底的啊，把它完毕啊，通通把它换到完啊，就是类似四果罗汉这样，烦恼通通断到完，断到完之后啊，就会成为四果。那么呢？他就会证入所谓的有余涅槃。那么呢，如果是到了四果罗汉过后呢，就会最后一辈子是身体的话，他就会进入无余涅槃了。来，我们看一下，所以这边就开始提起了。那这一边呢，他讲了这里有个顶点的观智。同学，这个种性质就是顶点的观智来的。来，我们看一下刚刚那个图，这样像这个图啊，就显示这一边呢，因为这边就涅槃嘛，所以这里是凡夫的顶点，这个种性，凡夫的顶点来的。这边一过啊，一个刹那罢了，你就成为圣人了。哦，这样好，怎么样？你们羡慕吗？先不要讲有没有修到，光听罢了，谁觉得哇，很羡慕？举手一下。OK， 恭喜你们，马币通通换成黄金了啊！先观想换成了了。啊，马币换成黄金，先观想成功先哦，这样哦。好，来过他有讲了就是会就这一边就提到，他说啊，那看到吗？更改种性，他说凡夫种性进入圣者的种性，这样子哦。刚刚已经讲过了那道是什么呢？就苦集灭道了，讲了了什么顿根先不用理他先。好，来就审查，就重新再审回道果跟涅槃所以他修行啊，会糊里糊涂的。会去check回自己我到底有没有断掉烦恼？我是到底修到哪里这样？所以这样的检查除了这边可以自行检查，如果你第一次检查不会的，一定要老师教你的。第二个，通过老师，通过你的同门比你 level 高的帮你检查，或者是你的老师帮你检查，这样的情况就一样了你叫你的太太孩子还有去查一下看还有没有马币没有换完，通通换完它。换到完全部没有麻痹，就是烦恼通通没有了，那么你就是完全可以享有那个涅槃这样的。好，所以到了阿罗汉，看到吗？没有可审查的烦恼这时候就已经成功麻痹完全换完黄金了你可以高枕无忧了不怕它再继续跌了一样的情况。完了了，同学讲完了呢，下面讨论问题是 ChatGPT 帮你们背题的，我们跟上潮流，等下看看 ChatGPT 的问题问到像不像人呢？还是他们问的问题比较像 ChatGPT 你们 feel 一下这是 ChatGPT 问的问题来的
来妄想，还有些时间哈、哦，妄想有请，什么问题？妄想有请。师父，佛陀本身。啊，先大声点那边。啊，师父，佛陀本身有没有谈过他自己的道果跟涅槃的阶段的时候，他是怎么审查自己的呢？啊，再讲一遍，什么？就是佛陀本身有没有谈到任何一点关系到他本身的道果跟涅槃的审查的阶段的经历？佛陀本身有没有讲过，对不对？啊，对对。哦，佛陀本身哦 ，OK， 是这样的。如果人家问了、啊、哦，哎，佛陀有没有讲过啊？啊，通常的人呢、啊，哦，他其实啊，这个佛陀、啊、佛说啊的定义哦、啊，大家不大一样，在佛教各种各派不大一样。那如果是泰国佛教，他会锁定在阿含经，他就会去找看阿含经里面有没有提到这一些，基本上是有的，不过它是散落在各个不一样的阿含，杂阿含、真阿含、亚阿含、中阿含。那现在同学我们学的阿毗达摩，基本上是一个经过整理了的经典的论文的。那么呢，他一些东西不完美的，他有让他更完美，通过修行的经验，通过啊参考各类型的东西的形成。所以妄想啊，基本上如果你要我现在quote那个阿含经有讲到这个 sentence 啊，可能我现在目前办不到，我会尝试找给大家了。同学你们先不要离开组别先哦，有人问到我就不能够懒了的咯，我要去查这一个quote给你了。好，妄想啊，即使是查不到没有也给大家知道啊，这个是后来论师的看法的话，给个交代大家啊，这样子啊。OK， 万祥好吗？万祥暂时是这样回答先。OK， 好，可以哈，好的。好，嗯，然后同学，就刚刚还有没有人有问题啊？我 miss 掉跳掉没有回答，好像慧斌对吗？哦，慧斌你有问题，我跳掉没有回答你，现在有点时间，来慧斌请问。啊，慧斌讲话大声点。嗯。师傅听到吗？啊，听到清楚了。啊，我是想问一下这个观清净的这个 steps 啊，他会你离开你的麦又小声啊，靠近这来讲，对，有请啊，他会不会同时进行的？哦，就是讲这是观禅对不对？是吗？啊，对对对，我是这如果是会倒飞到然后会进入那个另外一个之叫什么？行道之。啊，对对，你的问题是不是全部同时哦？应该是这样。佛教里面呢，基本上啊，哈，心是一个刹那一个刹那一个刹那的。所以刚刚那一个如果是顺利的话，它会一个刹那转一个刹那，一个刹那转一个刹那，而刚刚的观之后一个刹那一个刹那这样来转变，这是最顺利的。那不顺利的话，你会在某一个 step 那边卡着这样了。OK， 好、哦、啊、嗯。那现在我们在理论上是给一个完整的理论大家了解的 ，practically 可能未必是这样。可能会略掉一些啊，可能禅法也没有完全那么 exactly 这样的哦。啊，这个就你讲卡在那卡在那里是怎么样卡在那里？卡什么？你说会啊怎么样会是知道是卡在那里？哦，比如说你到了行舍制就没有办法再证到道果了，你就卡在行舍制了咯，卡这样子了、哦、就卡在那边了的了哦。或者是啊，你一天到晚都在倒飞道，就是看到很多光。然后呢，在观自然那边，哎，不会再进步了，不在那边了啊。所以呢，这一个呢，通过经论有描写，还有你的老师很重要。你老师一听就知道啊，哦，哦，你卡在一个地方了，就要帮你解决了啊。所以呢，这一些就回到去 practical 禅修，那个一定是另外一个 part 的。我们理论呢、啊，只提供到一个哦修行的观念哦，就是马币如果换黄金啊，弟弟知道啊，实体上啊，你要运作了 ，Jessica。下课马上去换了，没有啊，叫你去马上报名修行啊，不是真的去换马币啊。OK 好，好 ，OK， 那时间也差不多了了。来，同学，我们看一看了、啊、哈。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啊，哈啊，就是进行讨论呐、啊。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时间表。所以，同学，我们呢，现在开始进行讨论，讨论到11:50，蛮长的时间可以进行讨论呢、啊，哦。其实刚刚内容很多，舞蹈也会帮忙复讲的了、哦、那么呢，大概啊，哦、讨论到大概是50的时候一定要结束 ，OK。然后12:00的时候就颁证书了啊，我们颁完了证书之后，然后呢才进行午餐呢、啊。
那么午餐完了啊，继续交流啊，就拜拜的样子。好啊，同学，我们就开始啊进行讨论。那么线下同学，你们可以自便了，来线上的等一等，让师傅帮你们分好组别之后，你们才离席。